魔力丝袜无人可挡。大家好，我是电锯人，点关注不迷路。今天介绍的藏品是马塔哈利的丝袜。马塔哈利的丝袜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间谍女王马塔哈利。据说她善用自己的魅力，周旋于各国军政显要之间，获取机密情报。这条丝袜是马塔哈利赠予情人的礼物，被其情人的后代发现并利用。当有男性与丝袜接触时，会导致其无法自拔地爱上丝袜的穿着者，并引发疯狂的占有欲和暴力倾向。仓库管理员阿蒂也不小心中招，在同伴的帮助下撕破了丝袜，才恢复正常。在真实的历史中，马塔哈利作为双重间谍，在一战期间周旋于法德之间，是世界间谍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间谍之一。他从默默无闻、身世凄苦的乡下女孩，到轰动巴黎的脱衣舞娘，直至左右逢源的双重间谍，马塔哈利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。最终他被以叛国罪的名义处死在巴黎郊外。我们的世界或许真的存在传说，只不过都保存在13号仓库，这里面的藏品全是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超自然古董，拥有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破坏力。下期还有更劲爆的藏品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感谢观看。